各位法师，各位人友，大家晚安。请翻开讲义第一页，讲金钱的共修。请把心静下来，在共修之前啊，请把你的心给静下来。好，请合掌啊，可以拿着你的法本合掌，为自己跟为一切的众生先念普贤请愿经咒。念的时候，请专心听木鱼的声音。当木鱼敲快的时候，你要跟着快，所以请合掌。Oh.
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。那一起念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阿弥陀佛，请翻开讲义第十一页。今天在入场之前放的幻灯片是佛陀出现的圣地轮宾。阿弥陀佛，黄先生先开大一点，我听不到你的声音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谢谢。今天介绍的是轮宾林园的幻灯片。那昨天讲发菩提心，要第一个常常为别人着想。第二个要扩大自己的心量，不要只是想到你自己的家，要想到芸芸的众生。第三个，请看幻灯片，要发愿愿度一切众生皆成佛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菩提心。那在讲到这一段里面，补充资料一下，所谓在西藏佛教大圆满法当中有提到三种殊胜。第一个，这是讲义上没有的，你可以慢慢抄，我先把它打开。一，家行发心殊胜；二，正行无缘殊胜；三，结行回向殊胜。就是说，所有一切的教法都有前行、正行跟结行，这是在藏传佛教里面非常重要。就像我们讲经前要共修，然后念本师圣号，这是属于前行。接下来正式的讲经，我讨论佛法，我回答问题，这叫正行。第三个就是呢，我们要发愿回向，念月藏吉祥经发愿文，这个叫结行回向。其实这个就像你的头、身体跟四肢三个都很重要。很多的友都会来问我说，师父我应该怎么修行？其实你应该按照这三个方法去能够编你自己的功课。传统上在中国的丛林里面，因为出家人住在一起，所以他有编丛林的早晚功课。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也不同，当然法无定法，丛林的课诵呢，它也是可以做适当的变动的，当然也不可以以自己的我执乱乱改。所以你早上要定什么功课，中午定什么功课，晚上定什么功课，可以你自己决定的。随着每个人的修行的法门不同，还有每个人的时间还有体力不一样，但是简单的说都要有三个条件。第一个叫做皈依与发心，每天你起码要做功课之前应该先三拜，拜佛跟菩萨。我家里没有佛堂，起码把佛像拿出来，所以在一楼待会会介绍为什么会印很多佛卡，就是让你家里没有佛像没有佛堂的人，真正做功课的时候可以把佛像拿出来礼拜。所以在做功课之前，所以皈依跟发心起码应该先拜佛拜三拜，然后念四弘誓愿：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这样念三遍，这是你的皈依发心。接下来你的正行，你可能念大悲咒21遍或7遍，心经21遍，或许你念金刚经、念普门品或念普贤行愿品都好，念什么经都好，念完了以后要回向。第三个叫做结行，最简单的回向就是什么？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假如你是在忙到没有时间念回向，那起码念一首回向。一首回向呢，请各位可以看
讲义第四页，极乐净土精简发愿回向文，这是出自于普贤行愿品的寄送。你起码想要去极乐世界的人，可以念从第五页的第二行一直念到22行。所以回向是你心里真正升起这个愿心，希望一切众生都得到解脱。假如实在只没有时间呢，请你念第五页的第17行，请把它做一个记号。我此普贤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立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。这是最短最短最短的回向文。换句话说，回向是真正你升起这个愿心，时间的长短是可能个人决定的。那我每一次来讲经，当然我会介绍不同的回向文，是让你有不同的选择。像这一次就介绍释迦牟尼佛的月藏经吉祥发愿文，所以看幻灯片，所以发心就像头一样，人没有头的话，那他是呢是无头的鬼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光有头没有身体，你也没办法运作啊，你要有内脏啊，所以正行相当于身体。那假如你光有身体，很不幸的以残障人员来比喻，他四肢行动不方便的话，他就很难去朝圣，也很难到达圣地或走远的地方。所以回向就像四肢一样。那回向有两种，一种是你今天做功课，现在结束了就回向，像我们讲完经，大家一起会发愿回向。还有一种呢，是呢早上做功课啊，然后出去工作，然后呢一天呢要睡觉前，整天呢把你的善心跟善行做一次回向，这叫做总回向，这样也可以。好，现在请看，看回来第11页，《发菩提心经论》里面，这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。这部论呢非常的重要，大部分的经文我讲在入菩萨行里，这一次我讲的是呢里面没有讲过的经文。在《发菩提心经论》里面，看第11页第5行，它里面呢在发心品第2里面说，菩萨云何发菩提心呢？以何种因缘来修集菩提？菩提就是指无上正等正觉，菩萨要怎么样才会发起菩提心呢？他这里列出了10个条件。若菩萨第一个常常亲近善知识，就会发菩提心；第二个常常供养诸佛，这里的诸佛包含供佛像或是供舍利塔，所以最好各位佛弟子家里有佛堂，不要小看佛堂。你设立佛堂，不但你自己会得到很宁静吉祥，甚至呢你周遭的左邻右舍也会得到无量的功德，所以常常要有供养佛菩萨的心。像我自己到哪里，全世界乃至我留学，乃至我去住到另外一个地方 hotel， 第一个行李放下来，我就会摆出佛像点香。真的，我从学佛到现在都是这样，所以我走到哪里呢，我觉得我见到的都是佛的净土。当然像现在大家在这边大殿就有庄严的佛像，那是很好，可是你在家里的话，如果没有正式的佛堂，起码能够在书架的最上面一层能够供佛像点香，这样子的话会有无量的功德。第3个，修集善根，这里的善根是什么？不贪不嗔不痴就是善根。假如你一个人常常有很多的贪心，你有发脾气，不相信因果，你贪嗔痴很强的话，这个就叫善根。在这里我先简单讲，后面我们在37首偈颂里会详细说。第4个，志求圣法，就是有志向要求利益一切众生最殊胜的成佛的大法。第5个，常常发菩提心的人，他的心一定非常的柔和。第6个，他遭遇到苦难的时候，他能够修忍辱波罗蜜。释迦牟尼佛诞生在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，娑婆是梵文，翻成中国话叫做堪忍，就是好的坏的你都要能忍。
老实说，我们世间话也讲一句话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。人生要如意很难啊。最近很多人又来见我会客，第一个都会问你，师父啊，现在时机拜拜，假拍探子呀。意思是说，现在时机不太好，很难发财呀。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是全世界的问题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赚钱赚太多呢，你也会不想学佛；赚得太少呢，你三餐不济呢，晚上还要卖面的话，你也很难来听经或共修。所以，好的跟不好的，你要能够知足跟常乐。我常常听到很多佛教徒都说：“师父啊，我现在呢，都没有生意啊。”我说：“最好了，你平常不是没时间念经吗？现在没生意，那你就好好念经嘛，对不对？你念了经以后有福报了，将来你就会找到好的生意。当然，要找到好生意或工作是要有很大的福报的。我记得慈惠经院里面有好几位灵友，都因为没有工作，我叫他念普贤行愿，对不对？丽华的弟弟就找到工作了。”问题是你相不相信佛菩萨？有些人呢，要遇到好的老板、好的工作啊。可是呢，现在的人很难。举一个例子啊，举新加坡。新加坡里面呢，他们调查有3万个工作没人做。现在的社会像 M 一样，看一下 ，M 叫 two extreme， 就是两个极端。有钱的人非常有钱，买 BMW 一部、两部、三部，拼命买。没有钱的人也很多，贫穷的人很多，那中间这个 M 就像 M 字形一样，凹下来的是什么？通通都变没有钱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社会结构一直在变，其实不是现在才有，以前就有。所以新加坡最近调查有3万个工作没有人做，那新加坡很多年有都不愿意做，为什么呢？第一个做 security guard 保安人员，第二个洗碗的，第三个端盘的。很多年轻人说：“哎，端盘很丢脸，哎，我就不要做。”不是这么讲，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，每一个行业都是平等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你需要生意好，又薪水又很高，对不对？睡觉睡到自然醒，拿钱拿到手抽筋。网上面不是都这样写了吗？我有病，我送给我，哪有这么好啊？那你干脆当老板好了。睡觉睡到自然醒，9点了还不上班，那离家还离得很靠近，然后呢，放假了又很多，然后拿钱拿到手抽筋，那我告诉你，只有一个人会有的，有谁？国王。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不太容易吃苦，所以不是没有工作，而是你要不断的学习。看每一份讲义第11页下面商业精舍3种态度，你要有不断的学习、关怀跟奉献 ，learning, care and contribution。比如说，你本来会照相的，你后来学更高级的照相，你就可以专什么婚纱照。但是你若不学习，这个也不会，那个也不能，那你当然就没有工作。所以听好，全世界都有很多工作，只是你不愿意学习。有些呢，你必须懂电脑。你要学专业的训练，然后呢再去修一些进修的课程，你就有工作。那新加坡的人呢，你知道，因为很多人都年轻人不愿意做，爱面子，又希望钱多一点，嫌钱太少，所以只好请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、泰国、菲律宾来做这些清洁工作咯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呢，所有的东西都在增加，那怎么办？当然竞争了。所以好的跟坏的当中，你要知足。人要不断的学习，我跟你讲，没有人能够测试10年以后全世界会是什么工作。各位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现在我们大家用手机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假如10年前你告诉阿婆，喝水要去 7-Eleven 买矿泉水，还要付钱，他一定说你讨个派你，你疯子，喝水怎么要用钱的呢？可是你看，我们现在不是买矿泉水、养生水、有机水。你相不相信，可能在5年或10年以后，我们要上班之前，每一个人到 7-Eleven 来买，老板来一罐氧气吧，去上班了，因为空气污染，知道吗？以后卖氧气都会赚钱的。所以未来的时代，什么行业，你只有不断的学习，
你会学摄影，你要进修 A 级、B 级、C 级去学习。你会开车，我告诉你，大家都会开车啊，计程车司机轮不到你的。所以每一行业都要能够学习，但是呢，除了学习之外，还要你要想一想，各位领友应该画一个 list。你为什么会觉得每一个月钱都不够呢？因为有太多的开销。想想看，要去打高尔夫，每个礼拜要看两场电影，还要吃 barbecue， 然后呢，还要买很多鞋，这些通通都可以删掉的，是不是？你只有一双鞋吗？好，你只有一对脚吗？对不对？只有两个，可是呢，柜子一打开，你有20双鞋。那你想想，你老公怎么赚钱都不够你花的？所以讨老婆先要看他穿几双鞋子。你皮包也是买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那怎么够呢？买三个就好了嘛。当然袋子有袋子不同的功用。好，你算买鞋子，一个球鞋、一个凉鞋、一个运动鞋、一个拖鞋，3-4双就够了。可是呢，你柜子一打开啊，哎呀，40-50双。同样的小朋友也是，你喜欢呢 Winnie the Pooh， 对不对？一个、两个 Barbecue， 或者很多的卡通影片 Barbie 娃娃盒，一打开整柜100多个，我告诉你，留3个就好，其他全部都布施吧。你只有布施才有福报，你可以把这些的东西布施到呢孤儿院、养老院、育幼院。所以这位各位莲友静下来想一想，其实日子很好过，3餐而已。你要吃素的话，你花的钱更少。当然现在蔬菜也贵，你要大鱼大肉，又要燕窝，又要银翅，我跟你讲，把你自己卖掉了都还不够去洗碗的。所以为什么日子大家会觉得过？因为我们的欲望太多。要手机2个月换一只，对不对？那一年要几只手机啊？对，现在小朋友很有福报，对，爸爸妈妈都很疼他，打了手机费谁付呢？老爸付钱。所以啦，人的欲望越多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越苦。其实人呢，我们现在人类的物质呢，是比以前有福报。以前没有冷气，没有这么好的交通工具，其实现代人反而不太像以前这么知足。所以这里讲，发了菩提心，要省吃俭用，要知足淡泊，要招苦能忍。你真的好好的工作，熬过了经济不景气，继续做下去还是会有生意的。所以你要诚实，该赚的要赚，不要用狡猾欺骗别人的方式赚钱。你看，请看下面第7，慈悲主后，赚了钱利益众生，要照顾你的家人，也要照顾你的员工，也要照顾你周遭的人，要心常常厚道一点，不要尖酸刻薄，总是呢斤斤计较跟人家算薪水。第8个，要身心平等，平等心很重要，请画一个记号，在普贤十大愿里面，礼敬诸佛就要修平等心，待会在后面的偈颂也会讲平等心。第9个，要信乐大乘，要相信大乘佛法，相信学习佛法发菩提心，利益众生，就有无量无边的福报。第10个，求佛智慧，就是说我们学佛到最后，不管你是拜观音、地藏、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，可以告诉各位一个真话，到所有你要成佛的时候，你会拜一个人当老师，大智如书师利菩萨。我后面也会讲，我曾经在新加坡流通过叫做文殊十大愿，把我五台山朝圣的照片全部讲成了 DVD， 也在新加坡流通，现在在商业精神也上了。很多人呢看到这一套呢，也发愿去五台山，这是非常好的。所以最后呢，释迦牟尼佛他也说，他在因地里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也拜过文殊师利菩萨做老师，当时的佛号叫南无龙种上尊王佛，这个佛号在88火忏悔文里面有。他现在呢是现在北方，叫南无欢喜藏摩尼宝积佛。他为什么很欢喜？因为他知道一切教法是空性。我们为什么觉得很苦？我们为什么觉得有我执？我们觉得生命呢很难的这个走下去，是因为我们不了解
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。这在三十七颂佛子行三十七颂里面有几颂会讲到要观察空性，这个后面我会讲。所以若人能够如是具十法，才能够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刮胡这个编号是笔者所加的。接下来再看看幻灯片，又有补充资料。这十个若把它归纳成菩提心，是菩萨的三种因，请看幻灯片，请自己写下来。第一个大悲心，英文里面不可以翻成 big compassion， 这里不是 big or small， 是 universal compassion， 是像宇宙一样，这个大是超越大小的大，是广大无边的大，所以英文我们翻成 universal compassion。就像观世音菩萨是广大无边，千手千眼，广大圆满无碍，大悲心陀罗尼，这是大悲咒的全名，所以它是广大无边的。第二个无二慧，无二就是呢没有能跟所，一般凡夫都有好跟坏，有长跟短，有胖跟瘦。小时候我们呢念书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念什么，我记得小时候呢我们的课本都会写的嘛，小狗叫小猫跳，对不对？这个大那个小，这个好那个丑，没有错。生在这个世间呢，的确你必须要这样教小孩，不然他好人跟坏人就分不清楚。到 7-Eleven 买东西呢，人家问你说多少钱，说我不知道，空性你自己找吧，那不是，那是白痴。所以无二是指没有能跟所的这个对立，这个有一点深，我后面还会说。第三，英文叫做 non-dual wisdom， 或翻成叫 ultimate wisdom， 出世间的智慧也可以。第三种就是菩提心 bodhicitta， 所有一切的佛法，人家问你，你每天来佛堂修什么？修大悲心，修无二慧，修菩提心，这三个是菩萨的正因。虽然在这一段十一页第五行《八菩提心经论》的讲的十个条件，可是把它归纳起来，我们学佛就是要学大悲心、无二慧跟菩提心。所以菩萨的三种真因在北传佛教，无二慧代表智慧，它就以文殊菩萨为代表。第二，大悲心是以慈悲，最有名的是以观世音菩萨为代表。而菩提心是它可以产生力量，所以是以普贤菩萨做代表。可是在藏传佛教呢，这三个就不一样，无二慧还是以文殊，观音是指大悲心没错，可是菩提心的部分呢，它可以产生力量，是以金刚手菩萨做代表。这是北传佛教跟这个藏传佛教不一样的地方。请看下面的幻灯片，这张是我最喜欢，每一次讲经我都很喜欢介绍。这一套卡片是我设计的，华严三大士山西太原崇善寺。一般我们供佛像啊，都是呢，像我们现在看到慈惠净月，你看到的佛像中间释迦牟尼佛，你的右手边是东方药师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拿药师琉璃宝塔。你的左手边是西方阿弥陀佛，这个叫三宝佛。可是在古代呢不是这样供的，你说去中国大陆呢看到了，要么他是供华严宗的呢，他就供华严三圣，他不像现在你们莲友那不供佛像，你的佛堂是这个参参的，你们常常讲乱七八糟臭，这尊大尊的这尊小，供佛堂它要整体设计，它依经论而去做根据的。那这三个三大士是以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第一参在你的右手边叫千摸文殊，文殊菩萨也有一千只手，每一个手里面有一个钵，每一个钵里面有一尊佛，所以代表千佛之师，代表智慧。接下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五十三参除以二等于一座山的顶峰二十七，是什么？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代表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本体。
接下来第五十三参是普贤菩萨，所以普贤菩萨呢，它代表一个圆的法界，所以待会各位人有兴趣的话，今天跟大家结缘，在一楼走的时候可以去请这个佛卡。这个佛卡的目的，你不一定要放在佛桌上，是让你随身携带用。日本人呢，去全世界呢旅游的时候，他都有一个小小的佛像，就这样，然后一个佛龛，带着佛菩萨到处世界跑。所以他到的时候，他目的是要让你修行用的。你做功课，把它拿起来，然后做完可以把它包起来，然后放在桌上。所以这是山西太原寺的。太原寺的崇善寺代表什么呢？文殊代表智慧，千手观音代表慈悲，普贤菩萨代表怨恨力量。其实大殿是应该这样供的会比较好。接下来再看藏传佛教，藏传佛教这个唐卡里面呢，最上面的是红色的阿弥陀佛，西藏的阿弥陀佛是红色的，因为它配五方国的西方莲花布，中间是大家知道的四臂观音代表慈悲，左下角代表文殊代表智慧，右下角是大势至菩萨，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的愤怒像叫金刚手菩萨，所以它代表力量。好，所以在藏传佛教里是很重视五方文殊的，如果你去朝过五台山，五个山呢、有五尊长着不一样的文殊师利菩萨，它配合的五种颜色代表五方佛，中间是以橘黄色为主，有些呢它拿是剑，有些拿弓，所以代表五方文殊。好，这是北传佛教的五方文殊，这是在五台山的五方文殊殿，事实上它是五尊，对不起，我那时候的相机没有广角镜头，所以我只拍到了三尊跟正中间的，事实上它是五尊在一起。这个是我们商业金色的文殊师利菩萨，是橡木雕的漆彩绘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在所有一切诸佛菩萨，最后你会拜一个老师，叫做文殊师利菩萨，因为它代表空性，代表般若波罗蜜。接下来请看十一页第十行，富有四种缘会发心去学习，你会发起无上菩提心。什么是四个呢？下面的注解跟英文呢是我所加上的，原文并没有，请看经文。一者思维诸佛发菩提心，二观身过患发菩提心，三慈悯众生发菩提心，四求最胜果发菩提心，这四个请背起来，很重要，请做个记号，这是所有这次讲座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四段经文。好，思维诸佛，你要想释迦牟尼佛过去在本身经里面也轮回过，释迦牟尼佛也当过九色鹿，他也舍身为我，他在六道轮回里面呢做过所有一切的众生，所以他能成佛我也能成，你要常常思维佛的功德，这样子而让你发菩提心，这个在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叫做菩提心，佛菩提心的。你今天想我为什么要来佛堂，佛堂不是每天啊、观世音菩萨你保佑我啊，我家人又生病了，我心神啊那个经济又不好，我希望又发财啊，对不对，我还希望呢我还儿子孙子女儿考试呢都第一名，你什么东西，可是你忘了发一个愿，我跟一切的众生都要成佛。你刚才发的东西不是不可以，